目前发现一个大家都有的问题，就是在奈的相机里面拍照时候，拍照没办法拍，然后就宕机了，宕机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宕机了。奈，你什么时候要修理？快点修理，宕机了。拜拜。所以就要重拍，只在那边直接传照片是 OK 的，就是不能拍照再传，拍了之后就死给你看。救命啊！奈奈奈奈奈！救命啊！好，这是目前发现的一个问题，要等奈。